现在是下午3点钟，38度，外面的风非常的大。从超市买一个冰西瓜，然后约了朋友一起聚一聚，搞一个麒麟瓜。天气是非常的棒啊！10几分钟的车程到了金沙银滩这边，现在先去找朋友。没有，就我一过啊！我从那里搬到这里，不知道是那个又换了一个站门坐，又把椅子特意拿了一把椅子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小孩子在吃泡面。等一下，我拿给你看看啊。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阳的时候我要过来录一下。本来在找这个树底下没点太阳呢，现在这种，我开出来的时候这里没点太阳，好大的风。你看这风其实很舒服的，只不过这两天好热的。对，他们好多人是出门怕热，其实真的到这里了没那么热。对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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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当中的地方的，怕了把他们这来这几十万。这个时候的阳光是真的很爽。先拿个大的，你说，先给我来个大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是6点钟了，我先到水潭那边去玩一下。7点钟的时候，这边景色也好，玩水的人也很多，而且这个沙滩上啊，走着也非常的舒服。等一下，我要到里面去游一下去。这种沙子踩在脚下软绵绵的，非常舒服。
太阳马上下山，景色非常的美。有一句话叫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同时在这边拍照打卡的人也不少。这时候更加凉快了，过来游玩的人逐渐增多。天很快就黑了，吹着悠悠的凉风，玩着水实在是舒服呀。另外一边可以说是人挤人，后面这边更加的夸张。有的女孩开玩笑地说，我就想别人家的老公带着我来玩。哎呦我的妈，那你还要不要去游泳啊？好像不好游嘛，现在这么游先翻过去了。对啊，哎，好像没人来带。走到这边来过后，这边人更加的多。风吹走了飘在空中的思绪，也带着我的心一起飞。阳光散了，风也停了，阳光散了，带我走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在这边路口烧烤的也很多呀。